这粉饼真的太猛了，直接冲水然后拿起来，稍微给它再压干，本质还是一样干爽细腻。按压给你们看，瞬间柔焦，上脸可以感觉到它很服帖，而且还有遮瑕力，就可以直接拿它来上妆，超方便。上完整个就是很无瑕、很干净。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对比，妆感真的就是很高级，一点都没有那种面粉的厚重感，而且也很贴肤，细节处都修饰得很好，没有卡粉。就算戴口罩也不怎么会被蹭到底妆，防水能力就不用说了，一顿操作下来，脸上的妆还是很完整。这样戴妆一整天下来，脸还是很清爽，不怎么会出油或者是斑驳。控油持妆的效果真的很赞，用过之后就不想再换其他粉饼了。